完全没有添加辣，没有感觉到刺痛。你只要带这一瓶，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它取代，适合全肤质的人。市面上大大小小的品牌真的是非常的多，大家的选择性也很多。出国的时候我都会带超多瓶瓶罐罐，然后让我行李箱超重的。但是呢，就使用了一个，我觉得出国实在是太方便，就是一定要带它。芭比利欧创立了百年皇室御用的品牌 All in One， 你只要带这一瓶，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它取代。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次出国带它？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，适合全肤质的人。先给大家看它的成分，里面呢有 40% 的玻尿酸，添加了 Q10 啊、胶原蛋白啊这些不同的成分。胶原蛋白那种 QQ 的、滑滑的、滑滑的感受，你看擦上去之后手整个是超亮的，直接渗透到我的肌肤里，我肌肤是完全马上吸收。擦完了手之后呢，我要来擦我的脸，因为我现在脸是有点过敏的，就是天气的变化的关系。像我这个年纪，好受伤。好，像我这个年纪呢，我在意的除了就是保湿之外呢，我还想要抗病，就会使用比较温和的，然后把另外再涂一涂。擦完之后，现在脸比刚刚更亮，而且。我觉得整个脸呢，就是不会像我刚刚因为洗完脸，我没有马上使用保养品，就脸有点崩。但现在是整个是舒服的状态，我觉得，我的皮肤好像受到了一层保护膜一样。我现在摸上去呢，我是觉得非常的光滑，它的保水度非常的够。如果你保湿做足，能让你的皮肤完全的吸收，然后有保水度，它会保持它原有的弹性，完全没有感觉到刺痛，完全没有添加辣。虽然你们很懒，或者是出国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懒惰，因为带瓶瓶罐罐，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会很重嘛，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使用像这样子的带一瓶，就完全的解决，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忘记带。All in one， 推荐给大家。芭比利欧。